想进去需以秦家密码开启。密字没打开过，开元引灵七。多加小心，这里空间向来不稳，我们随时可能跟着空间移动到另一处地方。不就是个坑坑洼洼的破峡谷，能移动到哪里去啊？我体内道元竟如此活跃，这秘境我真不同寻常。那是，我流云阁弟子。灵力散尽而亡，和那白帆是一样的手法。小师傅，怎么了？田雨不见了。可能进入了另外一片地狱。近来空间变动更加频繁，连我也无法掌控。得快点找到他们。还有灵兽，看起来不太常见啊。这是浩哥手，往常都十分温顺，不知什么原因变得这么狂躁。消失了。操纵空间。